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陀伽多耶，多瑟耶陀，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伽弥尼伽伽诺，智多迦利娑婆诃。呢一个烛光道理法会，向上拜拜7/3，温州事故死难者，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亦都希望將我哋嘅問候送俾佢哋嘅親屬。再次呼籲所有香港市民可以一齊參與。死难者与难属献上最深切的哀悼和慰问，再请四位有心的市民再大力献花。我们再次向7/3的死难者和难属送上最深切的慰问和哀悼，再请四位市民上前献花。7/3的死难者以及难属送上最深切的慰问和哀悼，有请在四位的有心市民在烛前向死难者及家属送上最深切的慰问和哀悼。温州火车事故死难者及家属献花，送上最深切的哀悼和慰问。繼續有請有心的市民上前，在7/3的燭光前面向上星期溫州火車事故的死難者繼續上次在7/3的燭光前面獻花，向上星期溫州火車事故的死難者以及家屬帶出最深切的哀悼和慰問。7/3發生了一星期，但真相依然未得到公開，我們都懷著最沉痛的心情，除了送上我們的祝福和慰問哀悼之外，亦都希望所有的事實真相能夠盡快水落石出，使死難者能夠沉冤得雪。我的事故死難者發出最深切的哀悼和慰問。
一星期過去，真相依然不明不白。在這裡藉著燭光和鮮花，除了深切哀悼死難者之外，也都希望整個火車事故的真相和詳情能夠盡快水落石出，沉冤得雪。温州火車事故已經一星期，但是死難者的家屬依然未獲得真相，我們依然被蒙在鼓裡。今天藉著大家獻上的燭光和鮮花，希望除了是可以哀悼死難者之外，亦都盡快使真相水落石出，家屬能夠沉冤得雪。陸續有請到場的香港市民可以在燭光面前，可以將我們最沉痛的哀悼送上給溫州事故的死難者以及他們的家屬。送上你們最深切的哀悼，真相尚未水落石出，亡魂依然未能夠沉冤得雪。在這裡我們藉著鮮花與燭光，除了悼念死難者之外，也都希望送上我們最深切的慰問給死難者家屬，更加希望這個訊息能夠透過各種的媒體和途徑，包括國內搭火車經過旺角火車站的同胞們，他們要將這個訊息回到去帶到回去內地並且廣傳。我們送上的鮮花和燭光，希望能夠令到死難者家屬盡快得到合理的賠償，亦都希望他們可以沉冤得雪。陸續有請到場的香港市民上前獻花，在723的燭光前面送上我們最沉痛最深切的哀悼和慰問。我們不可以比上星期六白白犧牲的死難者死得不明不白，代表我們最深切的哀悼和慰問。在場的經過的香港市民都歡迎你們參與我們這個悼念的活動，希望死難者家屬能夠盡快節哀順變，但就得到合理的賠償，能夠沉冤得雪。燭光和鮮花代表著我們的祝福和盼望，希望這些這樣人為事故不會再在我們神州大地出現。經過旺角火車站的市民都歡迎你們加入我們，送上燭光和鮮花，深切哀悼溫州事故的死難者，深切哀悼上星期六溫州火車事故的死難者，亦都憑著點點的燭光送上我們最真切的祝福，希望死難者的家屬節哀順變，但是盡快得到真相和沉冤得雪。悼念溫州火車事故的死難者，都送上我們祝福和慰問。多謝出席的市民參與我們今天這個悼念活動。這個悼念活動其實是全國性的，可能很多
咧，國內嘅城市都會由7年開始至到9年咧，都會做呢個燭光嘅導演。我哋希望係7/23呢次之外嘅真相能夠盡快可以公開。另一樣嘢就係，亦都希望香港市民可以諗清楚，究竟我哋係咪要追上呢個隨時會車毀人亡嘅高鐵嘅呢個咁樣嘅大計劃？今日我哋嘅悼念活動就到此為止。聽日會有一個全國嘅悼念嘅活動，下午2點喺呢個金紫荊廣場出發，遊行到中聯辦。如果大家長市民有興趣有時間嘅話咧，係請你出席。希望呢個咁樣嘅全行動，俾更加多嘅壓力俾內地嘅政府同埋鐵路部，將呢個7/23災難嘅真相盡快查。多謝大家，多謝大家今晚參與今次嘅討論，多謝曬。